毛孟靜議員，多謝主席。嗱，你正話話咧，你要劃線係因為太多重複嘅問題。我而家唔係重複嘅嚇，我仍然有好多係不會重複嘅問題。啊，而家以下嘅問題就係、是、政府憑乜嘢話古洞北嘅新發展區咧係可以創造30,000+嘅就業崗位，係點嚟嘅呢？係。有冇呢方面？我請胡小姐提供一啲專業意見，點樣計出嚟呢個數？係。我哋通常計嗰個就業機會嘅數字咧，都會係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咧，以我哋提供嘅譬如係一啲商業嘅建築面積啊。工業的建築面積啊，咁係喺呢個兩個新發展區裏面咧，其實我哋就提供咗一啲土地咧，係預留咗做。我聽到主席啊，我聽到一啲奇怪嘅聲音，好騷擾。秘書處有冇應該處理咗係嘛？主席，我相信是我哋保安嘅同事係通知大樓其他使用者，頭先嗰個警鐘係唔明嘅嚇。一個唔明。OK， 我哋而家冇其他方面咧，我哋就再下一位。